是因为你太难过，你就这么痛苦还能着急啊？怎么他要弄你吗？我觉得你爸肯定疼吗？嘿，哎呀，我说你这是闲吃萝卜淡操心，你上课就上课，你怎么还管人家事？咱们在那边工作挣这个钱，把钱拿到手就完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把感情说这么多，到时候就为了东西。靠什么呀？不是我，要不是为了不高兴，我才懒得去。行了，咱们谈谈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买包纸呗。啊？这招工广告啊！你估计年底以后招工的薪资多一些吗？放心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养家的。我知道，怕我是因为这个。哎，你看你想哪儿去了？咱们家坚持到年底一点问题没有，找到房贷款的时候可就全好。深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刘恩正，给大家推荐一部情感大剧兰花香。我向大家推荐电视剧兰花香。我扮演的角色叫丁香，她的所有的情感都是放在心里的，一直是积压在心里的，比较忧郁，比较内敛，比较优雅的一个人物，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尝试，新的突破。我扮演的是汤家的二少爷，是一个非常的酷非常的花心的富家子弟，当他看到丁香以后还有深深的迷上了这个女孩子。这是一部集情感、家庭、伤感的年代戏。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，关注我的这个戏《兰花香》，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兰花香，兰花香，非常精彩，非常好看。景甜版最终剧场，每晚三集正在播出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。薰衣草剧场，宫廷斗法，玄妙离奇，两大阵营各出猛将。神机妙算，皇上请看，丞相大捷四路，巨星出马，大权皇后挤压群雄，公主死机无头，皇帝大阵墨鱼，哎，皇爷平管篡位，一场正邪大战即将上演，怪才军师正在播出。薰衣草剧场，犯私言者死。剿灭所有元凶，元杀不能太久。商，我要有权有势，决定有银子。萧，为什么官府可以卖盐，我们卖就要抓要杀？三方师同水火，却有情义之谈。我肯定，你是谁？我要因为你而死。这场爱恨两难的盐之战，一血盐收。薰衣草剧场播出。盐贩进山剧场。貌似不幸人事的大风雨天，这个感情被救了。快点儿！貌似最后善良的孩子，不是不承认，却为你误作负心。好，拜托大人。貌似感情专一，二三，却同时拥有两个家。神仙，也不要轻生，每个人都有靠家。
深深，深圳凤凰医院，电话400-883-0866。阴阳干咳，肺热燥咳，有痰咳出，快用止咳橘红胶囊，止咳、化痰、清肺，一步到位。止咳橘红胶囊，西安恒生堂制药。没摸过吧？啊，从小没摸过吧？怎么没摸过？没摸过这么短的吧？来、摸一摸，试试看，感觉很。我肯定没摸过。这么早，这是新太子洗衣液。来，都洗衣液了，洗衣液能洗得白吗？咱们来试一试。好了。大的洁还洗得这么白，和白衣一样白呀、认白上市。通知：为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，落实全民健康惠民工程，即日起开展惠共鹏程男性健康免费补偿断项治疗活动，活动旨在。你手上的这烟草呢？也未必有合适的职位等着你。现在在社会上拼的呀，可都是那些小年轻了。哎，要不然咱们换个思维方式，咱们自己在家打算点什么，开个网络小店。网上开店啊？我怎么开啊？工厂不认识人，又没有什么进货渠道，拿什么开啊？哎呀，那你就直接到那些批发市场，咱们进点物美价廉的小东西，在家销售。那些外地人啊，总不可能老来咱们这儿采办吧？等于说你就替他们采办，挣点辛苦费。我想啊，这个还有一事，海藻可是大半个月都没到我那上班去了，也没说这事儿。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你看我这工资还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，他给你辞职了。